旅行者，你来啦，请收下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特别礼物，情人节快乐呀。嗯，荣誉骑士姐姐，你在这里呀？诺艾姐姐说今天要给你什么东西，说今天是可莉不知道了。可莉，荣誉骑士，今天其实是我们的情人节，所以我给你做了点点心，希望你可以喜欢。啊，情人节，那是什么？旅行者，这是给你的。哦，你说这是做什么？用这些摩拉买你今天一天的时间，考虑考虑，这可是笔不错的生意。悠悠旅行者，今天怎么想着来找胡桃我了呀？我掐指一算，今天好像是那个情人节，对不对？旅行者，那个关于之前说的心上人，听说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按照凡人的说法，应该找自己的重要人一起度过。你愿意和我一起吗？刚还告一段落，要不要去外面烤串串火锅？才不是为了今天特地加的班，快点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鉴于二番队队长今天有什么安排吗？没有的话，给我这个军师安排一天怎么样？旅行者，可以占用一点你的时间吗？今天是情人节，按照之前的约定，我想和你一起体验一下这个异国的节日，可以吗？嘿，旅行者，我做了一个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烟花，想要和你一起去看，希望你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会记得它。今日我不是来找你切磋的，能帮我买份甜点心和我的混乱系青春恋物语八来吗？作为回谢，我给你做饭。小家伙，你已经准备好原石迎接我了吗？我很期待哦。旅行者，可莉，跟着我说，三二一，八重大人，一二三黑。